谁？大哥，是我。是弟妹啊，快请进。永琪，弟妹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拿家里最好的茶招待一下。好，知道了。大哥，这是怎么了？闹了点小矛盾。 让弟妹见笑了。对了，你找我有事吗？我想帮你治腿。爹，难道我们要躲在这里啃一辈子馒头吗？那我还不如死了呢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咱们早晚杀回去。你这说的好听，不是。 我说爹啊，你怎么老是栽在弟子手里呢？啊，以前那个叫雪莲的当众给您难堪，您连个屁都不敢放，就是到堵我的嘴。现在呢，又被小海棠摆了一道，你说你这，马副司令，不好了，贺新洲他们带人追过来了。这贺新洲，走，快走。 大哥，果然是个爱惜之人，弟妹。 大哥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就是有一点酸胀的感觉。这就对了，这说明您腿还有知觉，只要坚持下去啊，说不定还有机会恢复呢。那多谢了，弟妹。不用客气。大哥，你没事多出去走一走，别总在屋子里闷着，这样也有助于恢复呀。那今天，弟妹就陪我出去一趟吧。 好，弟妹，就在这歇会儿吧。这戏台可真气派啊！是啊，自从上次唐辉请了雪莲之后，这里就再没唱过戏了。哦。 可是雪莲做了什么事，惹得司令府对唱戏的有了意见？那倒没有，反倒是司令府委屈雪莲了。我还挺感兴趣的，大哥可以详细的跟我说说吗？那天。 当了婊子就立牌坊啊！一个不男不女的戏子，你谈什么尊重啊？今天老子就让你明白，得罪我的下场！马副司令，今天是司令的寿宴，别坏了他老人家的兴致，不如交给邢州来处置。<笑>二少爷的面子我肯定给呀！ 司令，来，再敬你一杯。来来来，走吧。所以大哥的意思是，最后是邢州带走了雪莲。是。对了。 听说之前有个叫雪莲的来贺府唱堂会，最后是二少将他送走的。好像是的，啊，当时啊，我去酒窖拿酒，正好看见他们在西花园。然后呢？然后就不知道了，当时只看见他们在那里说话。
等等，二少奶奶，我问你，你还记得去年府上唱堂会，最后为什么没唱完吗？啊，小的当时没在现场，听说是马副司令看戏子不惯，二少就把人带走了。去忙吧。是。 这副药呢，你就一天一次。这个空腹使用，这两副啊，你就一天三次。它呢也是温脾安胎的。玉梅，嗯，你说的对，我不应该贸然生下这个孩子。你是查到什么了？还没有，但我一定会把真相查清楚的。凭什么他能乌鸦变凤凰，而我却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受苦？ 我不甘心，死也不甘心。你又发什么疯啊？我看你这么风流成性，肚子里指不定是谁的种。要是让邢州知道了，你和肚子里真孽种都活不成，我这就替邢州好好教训你这个女人。有时间管别人家的事，怎么不好好管管自己？就算安宁肚子里的孩子不留下，贺邢州身边的位置也轮不到你。 邢州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到。邢州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先去给你叫安太药。大少奶奶。邢州，我来帮你吧。 水吧，谢谢。 没什么事，你先走吧。那我先走了。 有事问你，喝完药再说。还是说你连喝药的时间都没有？我喝。不要命了！ 是你让我喝的吗，邢州？我真的有事问你。要查什么真相？为什么不要我的孩子？我师哥的死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？来。 司令，属下有重要的事要汇报。有什么话等我回来再说。邢州，我。
司令，我们的人追查到城郊西南200里处，马四海突然消失了。消失？除非他会法术，否则那个地方一定有问题。继续走。是。小川，你帮我去查一个人，我要他的全部信息，包括他在哪里长大，从小到大，身边都有什么人，都要查清楚。查谁？小雨，快来！怎么了，少奶奶？快去找